喂，等久了吗？哎，你朋友啊？你是谁？我又不认识你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刚看你身边那男的鬼鬼祟祟，好像要偷你的东西，所以就假扮你的朋友来阻止他了。啊？什么？哎呀，我忘了拉拉链。谢谢你哦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看我早就中招了。不用客气啦，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可以的话，在外一个人的时候，最好不要玩手机哦，因为这样很可能就成为歹徒的目标，所以要注意安全哦。